迎收看《古海老船长》啊、哦！今天是周末假日啊，全世界的股票在大跌啊，股票市场唯独我们怎么样？哇，好像特别厉害！赶快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啊、哦？没有错了啊、哦！最后呢，哎，翻红，而且成交量是974亿啊、哦，在外资在放圣诞假的这个准备的期间呢、啊，我们呢、啊，哎呀，可以说是啊，感觉起来好棒棒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大家都正在考虑一个问题：这个盘哈、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手上的股票是不是可以反弹？反弹然后解套呢？啊，我相信啊，大家也不要想的那么多啊，基本上呢。哎，机会不大啊、哦！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你们现在手上套的股票都是怎么样？哎，空头走势的股票，明白吗？啊、哦，比如说什么矽晶圆呐、啊，啊，被动元件呐、啊，我现在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去讲那一些啊、哦。我现在要讲的是说，我们应该要在这种反弹的行情里面，怎么样来抢钱最快？那我跟大家挂保证。1000多档股票，你注意听哦，你绝对啊在那边左思右想，到底买哪一档好呢？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想到，哎，古海老船长说什么？我说啊，这个交给人工智慧、电脑运算选股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你千万不可以请鬼拿药单，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是说啊。那、啊、你手上现在所有套牢的股票都是你的老师带你买的、啊、那你还指望怎么样这些股票能够解套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、哦、你应该要怎么样选择最强的股票，在这一波、哦、所谓的大家期待的反弹行情里面，你赶快赚一些钱，让你的损失降到最低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、哦、今天不啰嗦就来印证。各位看得很清楚哦，这边有一个啊、哦，我天天在讲的、哦，哎，这个就是情境哈、哦。你如果有安装我们的系统哈、哦，你把这个情境点下去，对不对？看到亨达投顾，我们把洪船长一点啊、哦，只要怎么样，手指一点的功夫啊、哦，我们就知道哈、哦，盘中应该买什么股票。现在有安装的朋友跟我一起来看哈、哦，那没有安装的朋友，你要仔细看哦，我待会就。宣布重大的事情哦，你几乎都有机会安装哦。首先我说你，哎，1000多档选出这样子，已经算怎么样？把范围缩得很小了。各位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而且老船长又教我们哈、哦，那个量能不是很足的，你要不买没关系啊。这个492张杠掉不要买，这一只涨停板哦，永冠哦啊。量不足我们也不买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严格一点啊、哦、那这个南宝、啊、这个不够强势也不买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智宝有量啊，24000哦，个十百千万哦，没错，24000多张智宝我们做记号啊、哦、大家来看一下，下一次有量了我们就直接跳到怎么样，凯美哦，凯美有量啊、哦、我们看一下凯美哦，最后一只汉讯啊、哦、那现在是不是有3档？你看哦，很快的时间啊，小朋友都会就知道盘中你就锁定这3档有量的。首先我们来看智宝啊，看一下啊，智宝有没有比你手上的股票强呢？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电脑选出来的哦，啊，不是投顾老师选出来的。只要你安装啊，它盘中在这个地方，它就会告诉你说怎么样。比如说啊，在这个地方就叫你买进智宝。那我说过了，它又有量，它又是名门正派，你就怎么买？躺着买，倒立着买，闭着眼睛买，压房子买啊、哦？那当然有点夸张，没关系啦，就是告诉你可以放心的买就对了，就买进去呢，咻嘣啊，锁涨停，好，对不对？最后锁了3641张，我说过了，直接你把它冲掉，不管下个星期一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你已经大赚5个百分点。对不对？你去定存一整年哦，一年才1%，这样子轻轻松松，你也都不用花脑筋，电脑帮你选出来智宝2375，你就怎么样，可以当冲把它嘎掉，很棒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档印证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刚才我们说过有3档股票，对不对？好，哪3档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档智宝没问题，再来这一档凯美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凯美哈。代号5317的凯美、哦、
今天也有成交量哦，5317凯美哦，这是电脑选的，对不对？也是一样哦，在这边帮我们做选出来的动作，买进去之后，并未老船长玩的没有涨停，没有涨停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涨停，这边到这边有四个百分点，你可不可以把它嘎掉？你可以把它嘎掉，对不对？这是凯美啊，请问一下，凯美有没有比你手上的股票强啊？如果你有安装的话，今天盘中你是不是可以马上赚得到？你还在等解套，我知道哈，好，没有关系哈，我们再往下看了，越来越精彩哦。今天的节目保证精彩，让你大开眼界啊！还有这一档，我们刚刚讲汉讯，对不对哈？6150的汉讯哦，啊，一开盘没有多久哦，啊，我们电脑就选出来汉讯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也是一样买进去啊，在那东晃西晃，老船长骗人啊，不准你不管嘛，他是名门正派，他又是怎么样？成交量比较大的股票，你就买进去嘛。总是有机会，那你说买股票你总是要有一个依归嘛，我们是按照人工智能啊选股来看啊，来汉讯啊，6150的汉讯，各位发现了没有，买进去之后呢，哎，它突然间咻咻拉起来锁涨停啊，锁2800多张，我说过了，这边就嘎掉了啊，不要跟他玩啊，然后呢你已经把钱放在口袋了，1000几百档啊，电脑帮你选出来的没有几只，老船长又教你们筛选法，把没有什么量的，不是名门正派的，把它一剔除啊，三档里面两档锁涨停，一档接近涨停。请问各位观众，如果你安装，你今天去做股票，你是不是又大赚？但是呢，你如果现在还是抱着那些空头的股票，你在等反弹，你小心哦，万一这个反弹结束之后又往下灌的时候，那不是永远在等解套吗？不要这样操作股票哦，你就是怎么样安装洪船长操盘系统。老船长，我齁啊没有信心齁，也不大会操作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请你注意听好，所有在这个周末假日啊，感谢你们有收看我的节目，我要在这个周末假日啊，为了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老船长决定了，请你听好啊，我要帮助你们，因为你们现在都套得很惨啊，股票都输得非常惨，你也很希望有洪船长操盘系统盘中帮你选股票出来，你赚个 4%5% 也很好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你真的要印证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，没有关系啊，真的没有关系啊，全中华民国只有我敢这么做，其他的啊有软体的全都不敢，这是第一件事。老船长你敢什么呢？很简单啊，你今天一定要打8101啊这一支电话啊，你打81010630，我现在没有跟你做生意啊，你不要搞错了，我已经强调我要帮你了。好，那你打这支电话来，你说你要怎么样试着安装洪船长操盘系统，我们的助理呢就会请你在你家里面把你的电脑打开，然后呢哎，远端视讯就可以，所以远端是教学应该这样讲，就是说你的电脑打开，我的电脑打开，然后我们电话接起来，你不用浪费电话费，我们打电话给你啊，两个现在电话接通了啊，张先生你好啊，你现在看到你的电脑萤幕是不是汉讯？你说啊，对啊，好，是汉讯啊，用红色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重新来一次啊，比如说啊，你是张先生啊，台北的张先生啊，你好啊，现在呢啊，你电脑已经打开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汉讯了，你也看到我在画圈圈了，是吧？啊，你说是的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已经帮你安装好洪船长操盘系统，然后呢，我们会在哎，这就是说电话的这一端教你怎么看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比如说我们如何按键按下去之后呢啊，比如说啊，来再来一次啊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你看今天的汉讯呢啊，双洪船长锁住啊，短线长线同步锁住，超级强势，对不对？大盘是双绿船长的势力范围，这个双红船长的势力范围，我们就慢慢教你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怎么样情境，点下去如何如何，总之你把老船长的话记住，我们的特助在这一头用电话来教你，大概3到5分钟你就会操作了，然后你会操作之后呢，我们就让你用一个星期不用钱，你就在家里面高高兴兴1000几百档所有的股票，你就知道什么股票哎可以买，什么股票不能够买，
你觉得好不好？这个是不收你费用的 哦，一个星期的试用期让你去试用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做？因为讲真的，我觉得大家输太多了，输的哦，已经哦，快要过农历年了，在担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干脆哦，我把这个周末假日提供出来，你电话要赶快抢哦，哦，你要赶快抢名额，反正你抢到之后，我讲话算话。这一集节目哦，你在家里面视频哦，看 YouTube 什么啊，通通都有保存的，就是你打电话进来，我就是免费让你用一个星期的时间，这样多好。一方面呢，我们的助理也教你，对不对？两个同步看电脑，就在远端教学啊，然后很，不管你住在什么中部南部都一样，非常简单。那这样子呢，哎，你学会了一下子大概五分钟你就学会了，然后下个星期一开始，重点来了，哎，你把电脑打开，你也有洪船长操盘系统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哎，你也有情境啊，然后呢，你就听老船长的话，盘中呢，你就把情境点下去呢，自然呢，电脑会帮你选股啊，就会选出像今天，你看一共才几只，对不对？这几只里面就有一只涨停，两只涨停，三只涨停，四只涨停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凯美差一点点了，好不好？3.9只涨停，你说说看，你的盘中你个人有办法啊？用你的灵通啊，心电感应，还是你的老师教你啊？什么股票等一下会拉到涨停板？没有办法，他永远就叫你啊续报矽晶圆呐，啊被动元件呐，啊之前叫你买5G， 你又套牢，要不然叫你买 MOSFET 或是什么加金呐、合金呐 啊或中美金，通通都死，对不对？其实真正的股票它轮动的很快，只有我们的电脑可以侦测到，只要主力它敢蠢动啊，我们电脑一定侦测到，你听得懂？所以才会这么厉害。就算每天有股票它不断就是不停的拉涨停板，对不对？一直在变化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盘中选出来的股票也跟着在变化？就是因为我们会追踪啊，我们有设定很多的参数，这样大家知道吗？好，那如果说你没有打这个电话哈，我先跟你讲哈，如果你没有打这个电话来哈，你没有在这个周末假日，你的电脑哈，你把它安装好，你听得懂吗？这个周末假日你安装好，下个礼拜一你跟我同步啊，内容造假就是赔5亿8千万新台币。我节目内容首先说谎不实，我下19层地狱，不得好死，请观世音菩萨作证。但是你要赶快抢名额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安装好之后，下个礼拜一开始你操盘啊，你就可以免费使用洪船长操盘系统啊。但是呢，这个试用期啊，一个星期的时间啊，你一定要把握住，不要再请鬼拿药单，不要再相信 your teacher 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你的收看哦，你一定要抢到名额，下个星期跟我们同步大赚5-4，中华民国只有我敢这么做，因为真金不怕火炼啊，开始拨打。